人类要进文，人类进入宇宙已过40000年，周围到处都是坏人，而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拯救人类，把人类帝国从分崩离析的边缘拯救回曾经的巅峰。我是人类的帝皇，帝皇早就嗝屁了，装你妈呢。刚才说这句话的是人类叛徒之一赫洛斯儿子，我曾经生了20个儿子，后来他们联合起来把我笑死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干死他们。上期连年征战，虽然收服叛徒众多，不过他们打心底里认为现在的人类帝国还是个冒牌货，就是个假借帝皇之名也想分一杯羹的叛军。我重生也没人信，但这样也挺好，真相信了他们就不内耗了，扭头过来直接把我弄死了，帝国还怎么浑水摸鱼偷偷致富啊，是吧？爹爹我呀最喜欢重生了。本期将会引爆上期预留下来的大部分伏笔，并非原版剧情，但我也尽力做到十分精彩。垂老青锤，帝皇的救赎，节目开始。咱们帝国想要强大，得先打一些自身实力过前还多的呢。我找来找去，我就盯上了原来帝国其实这是第8军团黑色圣堂了，钱和我一样多，但舰队实力比我卑弱蝼蚁，就他的境内啊离我有点远。我飞了2年半，飞了半个多河系，终于到他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直挂银河系所到的不过是黑色圣堂的边境休息，他真正的母星就藏在这儿。这需要我再绕银河跑一大圈，而这黑色圣堂隐藏最深的母星系竟然还是个星系战争堡垒，上面有6个巨型军事堡垒星球，我到现在总共星际战士也才10K，而他每个星球上的防御陆军竟然都是将近10K，还一共6个，你妈真是要把帝皇再气死呀！现在时间是40K2224年。我必须得在100年之内统一银河，要不然混沌来了之后我就得卡死了。比起红孝子和外星人，神才是我的最大敌人。神和我都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统一银河。不过我要的是银河人类繁荣，而他要的是灭绝银河所有生命。舰队虽然来了啊，也不能顺手收掉隔壁的宽压守卫和其他，毕竟现在又不是原地球那会儿的无敌舰队。我现在实力还没有豪横到可以横扫八方啊。原地球是因为现在我确实不在地球，只是一个和原太阳系极其相似的仿生星系而已。真正的太阳系现在被原火星神教所统治，位置在银河的西北角，你死亡的躯体也在黄帝皇座上被他们当作能源电池一样利用，这也是叛军至今认为我只是打个复兴汉室旗号的叛军的主要原因。没人相信帝皇已经重生。为了快速拿下黑色圣堂，总舰队和星际陆军绕行的同时，为了不耽误时间并快速削减这个堡垒星系的战斗力，派出帝国守卫军先去进行 N 个轰炸，无差别轰炸。虽然横跨了半个河系，但本次撤空间航度密度极高，只要有路就能前进，也不是很费时间，仅用了2年半时间就达到了黑色圣堂的另一个边境星系，也不算是很远。长途跋涉，帝国海军终于聚集在了黑色圣堂母星系，并登陆上了已经被炸得满目苍夷的第一个堡垒星球。要不是以前觉得火力可能不足，铁甲又在新地球上招募了一批新的星际战士，这仗还真就没法打。20K 的陆军，20K 的最霸的，足够让镊子回家了。这波人口直接翻倍，赚翻。虽然他们有罪，不过现在就是用人之际，给他们个机会，让他们干活，将功补过，先不杀。人如此之多，理论上钱应该是赚翻的，这为什么还少了呀？我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即使叛乱，但仍采用的是人类帝国之前的管理系统，就是大部分都是领导，只有640亿的领导。现在他们不仅不会干活，我还要养他们，让这些领导去适应粗活，最起码要8-9年。难怪黑色圣堂之前这么多人，经济实力卑弱蝼蚁，都去当领导了，你还怎么赚钱呢？哎呦，气死我了！先安排上岗位，什么时候学会了再上班吧。那么现在是时候算算旧账了，赫鲁斯，放你马呢！影月之狼，帝国20星际战团第16军。1000年前，影月之狼的大将军赫鲁斯，也就是帝皇最爱的儿子，虽然帝皇直接任命赫鲁斯为帝国最高战帅、最高参谋长，但他总以为爹不够好，爹以后要害他，心智混乱，听信了邪神的鬼话。帝国是禁止使用灵能的，因为没有人会用魔法，那邪神将不会入侵。赫鲁斯最终还是忘记了养育之恩，听信了邪神的鬼话，如今又趁我攻打黑色圣堂时偷偷摸摸的圈地封我道路，还对我关闭了边境。不愧是最先投靠混沌邪神的叛乱势力，你看他的成分没一点科技与狠活，全是妖术和魔法，你也算是活到头了。你别看他殖民地还怪多，还都是因为混沌力量变得奇奇怪怪的，而且他人也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当官的没人干活，那人再多的还是没钱，不如跟我一样整合到一个星球。帝皇之所以智商碾压全宇宙，也没别的，主要是他们太笨了，笨的简直就像电脑里的 AI。 开局一条船，人口全靠捡，不知不觉帝国又快要恢复到以前辉煌的时刻了，这才过去没几年呢。
连吃黑色圣塔加赫鲁斯儿子两个叛徒，人口直翻几倍。即使现在还有100多领导在学习如何去除官架子，然后去干活。不过我的经济实力也比一年前翻了几番，并且现在工业体系已经足够支持巡洋舰的制造，60多 K。要知道这个40K模组除了换了个舰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态的 buff。而且我这次玩的还是上古版本群星 2.8， 60K 在2.8版本就相当于是现在几百 K 的战斗力了。个人实力再强，也始终还是强不过资源整合呀。并且之前丁说的战列舰和泰坦设计图纸已经还原，百年之内收复人类并杀穿银河系有望实现呢。帝皇虽然有洁癖，但你们这么有价值，爹爹又怎么可能会害你们呢？我本来想着我下个打谁呢，就打你了，原帝国20军阿尔法，但是还没打到他投降呢，是不是叫法他都喜欢投降啊？随着阿尔法的投降和歼星级武器巨像的研究出现，差不多是时候进行全面战争。别看现在才过去50年，不过已经有点卡了。现在帝国第二艘泰坦以及歼星级武器建造时间就是我的最后筹备时间。40K 2251年4月，帝国舰队第一次扩编。与此同时，之前收复的钢铁之手母星系制船厂也同时开始战列舰的制造工作。2253年3月，帝国歼星级武器制造成功。这是一个去除掉其他全部零部件，仅保留一个巨型炮管外加教堂操控室的行星毁灭武器，充能巨满，一炮可摧毁一个行星。不过我一般是不会用的，人口来之不易，炸掉实在可惜。巨像的真正作用是开启全面战争。他们一直以来这个冒犯人类帝国顶多也就算是更胜一筹，也就是不到100K 的实力。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帝国真正的舰队早已经破100K， 分别是在新太阳系保持静默的一对 150K 和外星兽人境内偷偷打造的3对 150K， 仅仅 500K 大军起修启动银河震颤。我本来想再憋一波了，但这钱实在不允许我再憋了，我得赶紧抓紧时间再抓点人来朝度干活，要不然我就破产了呀。帝国舰队分两路杀向绿皮，即使他的星系再多，拿下他也只是时间。但是绿皮他都怎么都喜欢住石头上啊？征战期间，绿皮试图偷袭我的超级军事基地。你别看我军事基地上现在没人，就这都10K 陆军，还有3个顶级天王，你就算是无差别轰炸，你也炸不动啊，兄弟！兄弟们，这可真没开机呀、啊！是他 buff 就牛逼到这儿了，每个减80%的建造速度，3个秒造，牛皮真的就是秒造，不用开挂也秒造。2261年，帝国舰队在几圈循环下来，最高将近300K。陆军动辄20K， 之前投降的阿尔法也不想当附庸了，直接归顺。我现在简直太牛皮了，我要扩大一下战争势力，向艾达领族整族宣战。哇，狗贼30多个殖民地。2267年，现在已经明显卡顿，我得加快速度了。随便找这个风水好的星球当做贵族流放地，让这些贵族啊先受受罪，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回来干活也不迟。2275年，最老牌同样也是战斗力最低的舰队向人类曾经的战团钢铁勇士宣战。钢铁勇士军团在以前穿着我认为最帅的盔甲，干着最累的活，现在他要重新回归帝皇的怀抱了。我本来想主动点向这些叛徒外星人的虫族挨个宣战的，看来不用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威胁并集体向我宣战。他们甚至联合了外星人，是要将我再杀掉。帝皇重生已经成了银河不争的事实。儿子能杀了爹，是爹对儿子没有防范。老子始终是老子，再来一次不太现实。你别看现在才2270年，我现在最强的一队舰队实力已经达到了600K， 这种规模的舰队还有3队，这几年收复了将近1000多的人口，在能源上我甚至可以再造好几队。帝国持续向外推进，即使如今我将近800K 的实力，但是推进速度仔细想还是太慢，毕竟星星实在是太多了。我一想，我为什么不分兵啊？我就算1/10的兵力也不是他们能够触及的实力啊。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多核心运营这一招呢？虽然操作麻烦了点，但它确实高效啊。那打的时候吧，也不知道是哪个智慧高招的敢死队，也不知道从哪条路就杀到了我的新太阳系。我的大部分资源星球都在新太阳系，我放心把所有舰队派出去。难道不是因为我家里有个将近200K 的教堂堡垒我才放心吗？帝国就这样前无隐患后无担忧的顺利征战。帝国已经攻打了几百个星系，不出意外，意外来了。本来以为到100年才会卡死的仗，盘算一下，现在还有10几年的征战时间，但意外总比计划更早来一步。2290年，我现在直接卡到玩不成了。军营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 NPC， 而是亚空间的邪神 CPU0。所谓超空间航道断裂，其实你看这些黑线它就是了，路都不显示了。还有混沌入侵，哇，这是什么花里胡哨的特效啊？帝皇不让人类用灵能是在拯救人类，但是人类却浑然不知。现在能拯救人类的只有帝皇了。起初我以帝王重生之名兴兵讨伐，他们以为我是冒充人类帝国的杂牌军，并没有在意。经历万般曲折，假人类帝国在异地再次崛起。帝皇重生了，主人是真的，帝皇不会死。
那么此时帝皇的躯体在叛徒眼里不过是个工具，就是绝对安全。他们以为我是假的，是我是真的。他们以为我是真的，是我是假的。一假一真，一真一假，一切都是人类最高智慧者帝皇为了保住自己真身并浑水摸鱼一飞登天的计谋。现在帝国已经有了足够能源复活帝皇了。恭迎帝皇，回归。帝皇尚未重新领导人类，帝皇将舰队拆分成上百支编队同时指挥。2294年，短短四年时间，皇的领导下，能源直接翻十几倍，舰队扩编到2000。2295年，势如破竹，帝皇吞并了银河90%的势力。帝皇关闭了智能人的使用，帝皇开启了灵能者净化模式，人口大幅度下降，灵能者全部处决，又像当初那样，仅保留了几个能力最强的灵能者，剥夺四下为帝国效力。人做过的，神都得记得。帝皇赢了，虽然手段有些残忍，但帝皇也确实拯救了人类。帝皇的救赎完成了，他不仅是在救赎自己，也在救赎全人类。你看看这一次控制上千队舰队，是个人他都头皮发麻，鸡皮疙瘩掉一地，而且卡死了。我操，这卡的动都动不成。好了，听人言言讲，你自己也知道，不能为会谈声叫嚣。还是唯物主义的魅力，为什么在帝国复兴阶段频繁使用？刚开始是寻思帝国征战后到底怎么用，后来就解决了，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用的。